瘦。你怎么越长越年轻啊？越长越小了。你知道我朋友他之前他以为你是零零后。是吗？对，他真以为你是零零后。那个朋友可以继续叫的。三十还好。过了人生的十分之一。你要活三百岁的，对的，记得。我昨天都跟你说了三百了。反正就是不能签了，被控制了。被控制。握手越轻的放开要新鲜的手。我觉得老郭好双标啊，他自己都签不签，他还主动给别人签。他们已经替你把蛋糕都吃掉了，把蛋糕吃了。我敢吃。会哭吗？这次会不会哭？会哭吗？他想看你拍哭戏。为啥？因为你哭起来很好看的。很好看，美术。太多好的，笑好看，哭也想看，成年人都想要。这第一次喜欢一个男演员，初恋之心。第一次喜欢一个男演员，特别喜欢你和这个电影。谢谢，准备去。那是肯定的。